型男王敏德同名模马斯为女女遗传晒父母嘅优良基因，有一副火辣 fit 爆身材，受到圣诞节佢仲向网民大派福利。王丽嘉被网民封佢做最索性二代之一，而佢都好识做，就不时网晒性感相派福利噶。趁住圣诞节就嚟到，佢就着住一件火红色吊带内衣喺圣诞树前面留影，同大家预祝节日。头时利是若隐若现，加埋红色底裤，睇到人兴合合啊！同场加影仲有两个连身造型 ，DV 黑色利是四寸深长事业线一览无遗啊！最后一张相嘅造型就包到上镜，虽然好密实，但贴身嘅剪裁就令到佢嘅女人味渗晒出嚟，唔怪之得引到大批网民比例大赞好索啦！拥有 D 级骄人上位的王丽嘉是不少女人梦寐以求的身影，不过她就曾经大唱反调，说丰满的上位令到她较难成为超模，还说认真考虑过缩胸，不过她都坚拒做一个瘦到好像营养不良的 model， 不知道她现在又怎么想呢？